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这趟油水捞的可真不少啊！来，大哥，来，好，归我们了。这次发了，真不少啊！是，你妈刚过世，家里等钱用，这钱得拿去吧。哎，大哥，这我不拿去，拿去，拿着。好，谢大哥。嗯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给祭祖的。给祭祖。 老师，祭祖呢？问我，我还问你呢。哼，他在这里念书，我当然要问你了。我还找你要人呢，我就这么一个好学生，还让你给耽误了。让他读书的是你，不让他读书的也是你，你还有准没准？ 活鱼，快来看看吧！新鲜的活鱼，看看活鱼吧。怎么样？来一条吧。嘿，祭祖，臭小子！啊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！你逃学，让我抓到打断你的腿，你等着！你还跑？你不要跑啊！ 断你的腿，别跑啊，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跑啊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臭小子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你还敢跑，我打死你！ 好，你打呀，你打我，你成天在外面跑，成了甩手掌柜的，家里谁管？还有我叔我婶儿，你管过家吗？你管过我吗？我在外面赚钱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谁知道你在外面都干些什么？你这个兔崽子！我不小了，我都20了。你现在越大越犟了。我叔病重，我出来卖鱼是给他抓药的。 拿着，你的。
您安心养病吧，家里有我呢，我爹去给您抓药了，一会儿他来了您千万别跟他拧着劲儿。兰儿，兰儿，你二叔怎么了？爹，我叔病得很重。大夫，哎，尽管用药，药钱我付。哎，好好好。大夫，你说句话呀。哎呀，这病人不行了。你瞎说什么呀，我弟弟好人一个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赶快把他医好啊。哎呀，您别跟我嚷嚷啊，想想办法救救我叔吧。这病人是积劳成疾，我尽力吧。这话说在前面，别到时候我落个埋怨啊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，快去抓药啊。药是肯定要抓的，这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仪真县有个惠波庵，香火很盛的，你们不妨啊去求求啊。是不是这里啊？哎，上面有人，我们过去问问。你好，阿弥陀佛。请问这里是惠波庵吗？对，这里就是。多谢。到了。嗯。施主，天色已晚，请明天再来吧。师父，我们是从兰溪赶过来的。你们是求佛还是拜佛？求佛，我叔病重，我们俩来求佛保佑他。阿弥陀佛，人命关天，需要做法事。那就做。可是十天后才会有法事，你们到那个时候再来吧。十天我们可等不及啊。可这是庵里的规矩。师父，求你发发慈悲，救救我叔吧。施主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住持，我来替他们诵经吧。对此诵经可要连续一宿啊，你已经忙了一整天了。哎，难得他们这份孝心，我也乐得成全他们。施主请起。多谢师父。阿弥陀佛。你们要回去了？家里有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卑慈师父呢？他下山去了，还没回来。他累了一宿了，我们还想当面谢谢他呢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不必客气。
大恩不言谢，等我叔病好了，我一定回来还愿。劳烦你把这个交还给贝茨师傅。好，告辞了。路上小心。你修行最苦，却孽缘最重。我看出来了，你的心又乱了。身在空门，万心难处啊。20年来，你一直没断了掌，可是一直杳无音信。既然如此，必定是命中的劫数，苦海无涯，你何不自我解脱呢？当年我一个妇道人家走投无路，是你收留我在庵里栖身，我佛慈悲，普度众生，可我罪孽深重，找不到儿子，找不到凶手，不能为我的亡夫报仇，我的心永不得安宁。还望主持成全。孽债，孽债啊。哇，真不错呀、啊！是啊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什么时候练的？写的真好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哇，真漂亮！真棒！嗯，真棒，真不错。是啊，是好，好。嗯，我就写不出这字儿来。就是。哇，行云流水呀！好。嗯，好好好，好字。龙飞凤舞，刚柔并济，真是气势不凡呐、啊！季佐啊，你的字快赶上我了。老师，不用含蓄，直接说他已经赶上你不就得了？我那字可是正宗的欧体呀、啊！这么多年，村里的春联都是欧体，是不是该改改了？就是啊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的字好，我学生的字更好。我聪明，我的学生更聪明。我没中榜，我的学生中榜了。哎，老师，都还没考呢。没考怕什么？他中不中状元，我不敢保。可金榜题名，我敢保。哦，太好了。Thank you.
还真神了，到底是吃药吃的还是念经念的呀？哼，反正是花了你不少钱呢。嗨，你肯花我钱我高兴，以前你不沾我倒别扭，给你好好补补。老二，我知道你是嫌我钱来的不干净。这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打算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哼，这个世道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不干这个，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？这个，你拿回去，治病的钱算我借你的，往后还。哎呀，你寒碜我呀！祭祖从小跟着你们，就当他饭钱不行啊？祭祖是咱徐家的乡父，我养着他应该。亏你还拿祭祖当儿子。废话，到哪儿他也是我儿，我也是他爹，我活着他养老，死了他打分儿。你也配？你就不怕他看不起？祭祖明天要进京赶考了，咱徐家马上就要出进士了，这是徐家祖坟上烧高香了，你呢，给咱徐家抹黑不说，有你这么个爹，祭祖的前程也得毁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找你？这是我兄弟的家，不如去我家吧。不用了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六天前，运河上客商被杀，足足50两银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没听说过。4个人蒙面持刀，这样的案子我接了有不下10回8回了，这些人真是心狠手辣，这伙人赚的钱真让人眼红啊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你说，好吧。我要是有什么消息呢，我会通知你。那好，那就有劳你了。哼，后会有期。回来了，你又犯什么事儿了？瞎说什么呢？我还能犯什么事啊？你少糊弄我，我早就怀疑你在外面没干什么好事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混账！还用你教训你爹？我没你这个爹。你，
最近像我儿子。给，这个是给你买的。翠莲，给你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文房四宝。文房四宝？我要念书。念书管屁用啊，顶吃还是顶喝啊？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你想下辈人跟咱们一样当睁眼瞎呀？咱们祖宗八代就没出过念书的人，徐家祖坟上没烧过这炷香，所以嘛，要靠祭祖改换门风，考上进士就有官做，光宗耀祖嘛。就这个小混蛋，薛唐的石先生跟我说过，祭祖是个秀才坯子，十里八乡没有他这么灵的，不供出来可惜呀。哼，你要是答应呢，这钱我就收着，给祭祖当学费；要不然，你就拿回去。老二，你逼我。这念书真能念出个官做？当然了。好，那行。可我有句话，要念就念出个样。教自会真是聪明，继续继续。一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。祭祖哥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爹要娶烧饼里的女儿做老婆了。啊！要起航天了！快点走吧！啊！哎呀，快点儿！老板，烧饼好了吗？烧饼，来烧饼了。就是他。这点聘礼还没捂热乎呢，你又打上主意了。养闺女就是赔本买卖，有主的人了。扯粮食就得了。老板，哎，烧饼姐最近又漂亮了，是不是买不掉嫁人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全村人都知道了。是吗？今天我给你大优惠，随便选啊。这种红布啊，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。老板，既然你给我优惠，我请你吃烧饼。走。
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哎呦，哎，来了，怎么了？人家不干了。嗯？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喝酒，罗大人。这个小王八羔子，你还乐呢？娘家人说了，你不给个说法，花轿不进村。怎么了？回头我揍这小子。人家不干。那到底怎么着？放他个屁！祭祖是我儿子，我不要他要谁啊？他叔不是没儿子吗？过去给他呀！你这么大岁数了，白活了你！我真想揍你！我娶媳妇儿是为了我儿子，倒要我把儿子送人？这种媳妇儿我不要了，滚！这么大的事儿，生生让你给搅和了，无法无天了你啊！爹，他不愿意要红娘。家里有个人拢着你爹好好过日子，连带照顾你，咋不好了？今儿我就替你爹揍你！住手！老二，我可没让你揍他。哼！你说这不揍能行吗？哎呀，这小子的鬼劲儿啊，那是随我。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非要媳妇儿干什么？哎，哎，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！哇，我说小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哭丧着个脸给谁看呢？现在是我娶不到老婆，不是你娶不到老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给你娶一个漂漂亮亮的好老婆，好吗？听话啊。嗯。地主，船来了，船来了。地主，天不早了，快点，快点上船吧，快。我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点。
快点啊，快点儿！好，好的，好，使劲，快点儿！哎，好。哎，晚了，我儿子就走了，快点儿啊！好。哎呀，你们快点儿，快点儿！知道了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在那儿，机组，别管他，我来了，机组，机组，机组，你等等我呀，机组，机组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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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机组回来。机组，令儿，机组，机组，你出门在外得多带点钱呐。机组，机组，我的钱是卖鱼赚回来的，很干净的。机组，机组，你拿着吧。机组，拿着，机组，季总，季总，季总，保重啊，季总，保重。你们来了，大哥，咱们歇的日子不短了，怎么还不出船呢？歇歇还不好啊？我觉得不大对劲儿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想洗手不干了？你说呢？别介，大哥，您是船老大，您不干了我们干什么？咱靠这吃饭呢。这种饭吃的不踏实，连自家人都戳脊梁骨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为贼，终生为贼。大哥，没退路啊。对，咱就是不干了，李捕头也不会放过咱们。这大哥，老二，你可有年头没到大哥这院来了。哎，我看呐，这老二准是来撺掇大哥的。哼，甭慌，大伙儿都在一条船上，上船容易，下船难。嗯，就是啊，就是嘛。哎，你这么想就对了，我赞成啊。我盘算了，岁数大了，拼力气拼不动了，我还有点修修补补的手艺，要不就开这么个修理铺，来来往往的船多，有不少活呢。嗯，我看你的木匠活还不赖嘛，打铁可要趁热呀。干不了。为什么？我可不是反悔，就差一件事儿，这事儿要是齐了，我立马就干。什么事儿啊？咱哥俩搭伙，人都说打仗亲兄弟，你不跟我上船，怪不得你。可是这事儿呢，咱兄弟俩总能一块儿吧？行。嗯。爹，大伯，你们知道谁上咱村来了？爹，就是给您念经的碑慈师傅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爹，你看，谢谢师傅，谢谢了。阿弥陀佛，就在那边。阿弥陀佛，贝子师傅，施主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亲身体好些了吗？全好了，全靠您求佛保佑呢。阿弥陀佛，是他的命好。祭祖哥一直想去安岭还愿呢。哦，他还好吗？去京城赶考了，考中了就回来。哦，阿弥陀佛，他一定会考中的。怕什么？来什么？这是债呀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他要是看见我们，能认出来吗？家里人老念叨您，怎么也得留您住下呀。出家人四海为家，不敢贪恋安逸。到哪儿不是化缘啊？除了化缘，还有未了的事啊。哎，贝斯师傅，我买点吃的，你等我会儿啊。好。青菜。进去。这娘们怎么还没死？她怎么找到家门口来了？我们从一针躲到兰溪，哎，还是没躲过。哼，我让她找，她只是找死。大哥，我成全她。瞎胡闹！大哥，不能留她呀！咱们现在是有房有地，不像当初一拍屁股就能走人呢。如果留她，她一报官就完了。你还嫌我们的手上沾血没沾够吗？当年要不是……哎呀，哎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个样子。你，大哥，都是你当年留他，怎么样？留出麻烦来了吧？现在只能先等等，他也可能认不出我们。哎，人，你得快点去，晚了凶手就跑了。跑？往哪儿跑啊？哼，落到我手上，让他们插翅也难飞。抓住他！
放开我！别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哼，你是姚大吗？拿下！快！搜！都搜了，没人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就是说鸟活着是为了食，人活着是为了财。自古以来概莫能外，道理还算通，不过这几个字写的实在是不敢恭维啊。大人们可是跟你在见。哎呀，去去去，就说我不在。大人。哎呀，这阿弥陀佛，我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很着急，我比你更急呀。还有一个没有归案，你让我怎么定案呢？大人，20年前我丈夫遇害，我这心就揪了20年，你一定要把那几个凶手捉拿归案，我丈夫才能瞑目九泉，我也才能放下心来呀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便宜了他们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来就大大方方的来嘛，何必这么偷偷摸摸的？哼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今天来是和你谈生意的。哦，看来我这几个字没有白写啊。我知道，你有脑子，识时务，你很讲义气。他们是我的兄弟。我能撒手不管吗？够义气。既然咱们是谈生意，那就开门见山。你打算出多少啊？那要看你的胃口有多大。哎呀，老江湖。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好，我这就放人。哼，
人，你为什么抓了那几个修正又给他们放了？哎呀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我这证据不足，家属整天来闹，我只好先放了。你放心，我还在搜集最新的证据，一旦证据确凿，我一定把他们抓回来，绳之以法。大人，20年前我亲眼看见他们杀了我丈夫，这样的证据还不确凿吗？这只是一面之词嘛。我们衙门办案，要有人证，要有物证，这不能光听你说，是不是？你，20年前你们衙门就这么说，20年后你们还这么说，你们不为民做主，叫什么官呢？你们要遭天谴报应的！放肆！去，给我拉出去！是。大人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大人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大人，走，拉出去！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大人，大人！哼，疯婆子！哎呀！贝茨，吃饭吧。不想吃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世间自有定数。你何必自寻烦恼呢？衙门草菅人命，申诉无门。这世间，公理何在呀？听说京城派了刷卷御史下来巡查，这两天就到仪真，你不妨把诉状递上去。高大人，你也来品评一下我家乡的景色。季佐，你是少年得志，衣锦还乡，朕可谓是春风得意，马蹄疾呀。季佐愧不敢当。一路上我发现你处事机敏，有你做我的助手，我很放心。过奖了，还望高大人多多指教。哎，季佐，你还年轻，想当年我做县令的时候，何不是满腔热血，初生牛犊不怕。不过在官场上要慢慢去悟吧。啊，点炮。高大人，请。大人，站住！大人，我冤枉的大人，大人，我冤枉的大人，
这是本郡衙门交来的案卷，这是一个尼姑递来的状子，他非要让您过目。嗯，下去吧。是。大人累了，下官先行告退。我回去一时也睡不着，这些卷宗不如让下官带回去，整理出来，稍后请大人再过目。这些都是些无头案子，没什么意思。哎，季祖啊，这儿离你们家不远，不过几十里路，明天给你放个假，回家看看。多谢大人。哎，拿着，这是你的，你的。哎，我怎么样？我的吗？拿着，拿着。这儿。哎，你的，你的。是你的，谢谢。拿着，拿着。谢谢。啊。哎，这是你的。好嘞。哎，拿着。拿着，来你的，谢谢啊，你的，来你的，拿着，这是你的，好嘞，谢谢。有没有徐家的信啊？哦，没有。季祖还没信啊？到学堂去看看你大伯啊。千莲呐，季祖回来了。别摔着啊，老徐，你真是做了大善事了，又出钱又出力的，全仗着你了。哎，往后别再隔着门缝看我就行了。哎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啊。哎，慢点，老徐，你老瞎嚷嚷不摔才怪呢。快去找根绳子来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哎，千莲祭祖，你们来了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啊！季祖啊，真是太好了，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啊！谢谢大伙儿啊，谢谢谢谢。怎么想起修学堂来了？一下雨就漏水，不大修不行啊。就那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活了大半辈子，总要积点德呀。积德行善，爹，你变了，你会有好报的。好报不敢想，没有恶报就行啊。
爹，修理铺的生意怎么样？凑合，够吃够喝就行了。我不在家，帮不上你，你别累着。你忙大事去，这些小事你别管啊。这回跟御史下来视察，连带探亲，个把月回京城，朝廷再正式任命。出息了，真是出息了。好，趁你在家，我跟你叔商量了，把你跟倩莲的事给办了，好吗？我听家里的。傻孩子，往后咱们徐家有好日子过了。这边请。请进来吧。卑辞。卑辞，你不要紧吧，卑辞。没事的。这位施主到庵里来还愿，他要见你。阿弥陀佛。我知道你叔叔的病已经好了。卑辞师父，我叔叔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，我此次前来是特意向您表达谢意的。你去赶考了，考中了吗？托你的福，考中了。好好啊，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个有出息的。日后你做了官，可要清正廉明，为民做主啊。我一定牢记你说的话。倩莲让我给你带个好，上次你不辞而别，她一直惦记着你。这是怎么了？她现在是急火攻心，心病。20年的冤情申诉无门，好容易御史大人来了，又拖着不办。御史大人来的那天，递状子的人是卑辞师父。正是。日后我又去打听了。我知道那份状子。这次我是随同御史大人来视察的，你有什么冤情可以跟我说。哎呀，你来看我，我就很高兴了，还带这么重的礼物啊。高大人，您是在下多年的老上司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这点东西啊，不成敬意。哎，我这次回来啊，宜真兰溪几个县我都看了，政通人和，形势大好啊。哎呀，这还不都是您当初在任的时候打下的良好基础吗？再说了，这是您的根据地，我们要是干得不好，那不是给您脸上抹黑吗？哎，来请。啊，听说前几天有个尼姑找您来告状。是有个案子，我还没看呢。哎呀，大人，您可得小心呐，这尼姑可是个惹事精啊。嗯，小心呐。大人到了。大人到了。照着尼姑这么说，凶犯逍遥法外20年，那本郡岂不成了藏污纳垢之所？大人在本地任职期间，政绩卓著，有目共睹啊，岂容一个尼姑胡言乱语、肆意抹黑啊。
官场机关重重，我一向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唯恐遭人暗算排挤。这种事绝不可张扬。大人，这女人呐，一根筋，一个案子20年不罢休啊，恐怕还得到别的衙门去告，会闹得满城风雨呀。这大人，除非彻底让他闭嘴。大人，这种事呢，绝对不会让大人亲自出面。大人，我有个绝好的人选。哈，这状子上写的那徐能，正是您身边徐大人的老子。哼，大人，您只需袖手旁观，自会有人冲锋在前。高大人。季佐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没在家多待2天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兰溪县的李捕头，我的老部下。啊，大人，这边请。有个20年前的案子。啊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是条船吧？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苏尚，哎，夫人，你看那儿有条船，船家，快看，你们两个盯紧一点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我去叫大哥去。好，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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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钓到大鱼了。在哪里啊？在外面。怎么搞的？都是我不好。这么不小心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还不捡起来？哎。船家，什么时候能到兰溪啊？我头一回跟船，对这条水路不熟悉，就知道现在还没有出仪真县呢。大哥，你看见没有？老二在船上，怎么动手啊？听着，老二睡了，趁这功夫赶快把活做了。好，老规矩，只劫财不劫命。好，哎，好，这边走走。嘿，别动，你们干什么？明白告诉你们，我们抢钱，老老实实的，别把我给惹恼了。是，拿走。是，把箱子放下。我去，你们这些强盗，闭嘴，东西给我留下，人可以走。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抢劫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王法在哪儿？老子就是王法。来吧，这儿走，哎，走。这是什么？难道不识字吗？看看手里拿的是什么。
脸了吧？我们老爷是来上任的兰溪县令，你别敢劫！借你们几个胆子！要是识相的话，赶紧放下凶器，叩拜我们家老爷！满驾！啊啊！你疯了你！你们干什么？大哥，不能留他们，咱们这是放虎归山呢。等着县官带兵抓咱们，到时候不光是五马分尸，还落得满门抄斩呢。哎呀，大哥，谋财害命，天理难容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一个也是杀，两个也是剐，你们怂了，我担了。给我！你这个疯狗！坏了坏了！啊，什么事啊？那娘们把状子递到御史那儿去了，这事儿啊越闹越大了。啊，那祭祖知道了，怕的就是这个。这日子刚消停，祭祖要知道了，我在他面前怎么做人呢？哎，不定还出什么乱子呢。这信儿准吗？李捕头说的，还能不准？看来这娘们不把咱们告倒不罢休啊！干脆，大哥，我去会伯安把他干掉算了。别蛮干，够乱的了，你还添乱。就是啊，他还替我诵经，救过我的命呢。反正李捕头说了，该谈的他都谈了，剩下的就靠咱自个儿了。大哥，沈胡子说的对，这个时候谁心软谁倒霉。怎么，你们都怂了？我自个儿去。你敢去试试？试试就试试，怎么了？你别吵了，让我想想。施主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急事。贝子师傅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，你赶快躲躲吧。天地之大，总会有我立足之地。佛法无边，普度众生，也一定会帮助我的。师傅会有办法的。赶紧收拾东西，他们很快就要来了。阿弥陀佛。倩莲，你的金钗是从哪儿来的？祭祖哥送的。你看，啊！
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什么孩子啊？就是这儿，我就是在这儿发现你的，没见到有孩子啊。这儿，是这儿，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哎，哎，施主，就是主，你小心点儿。施主，就是这儿，就是主，施主，你小心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，我的孩子。施主，我的孩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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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位姑娘找你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千莲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不认识了？你去哪儿了？千莲，我要跟你说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沉住气。其实我都知道了，贝斯师傅和我说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贝茨师傅是个好人，可遭遇却这么惨。如果不为他办好这件案子，我寝食难安。那我大伯呢？你要我怎么办？我们俩呢？我们俩，我们两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贝茨师傅是你亲娘，我们徐家是你杀父仇人。20年前，你们劫财害命，现在又想杀人灭口。我说门怎么大敞四开的，以为招贼了呢。回来的正好啊，明天就是大喜日子。叔，我问你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跟我讲实话。早早晚晚会有这么一天。走，快快快快，走，问你快点，走快！
进去，进去。谁？要干什么？你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！老婆，咱们得搬家了。往哪儿搬呀？我都快要生了。老二，快来！小心一点，在那儿，快，在这儿。别管小孩子了，我们找那个女人重要。大哥，别找了，说不定掉到山下去了。大哥。你不是想要个儿子吗？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大哥，这是个儿子吗？对呀，是。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个儿子吗？大哥，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，真好看，多好！哎呀，大哥有儿子了，有儿子了！哎呀，好啊！哎呦，你看看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啊，好啊，儿子，儿子！哎呀，别哭了。虽然说他不是你亲爹。可他拿你当亲儿子啊，他是有罪，可看在养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得管他呀，啊！怎么来的？是贝茨师父的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不可能？他们是亲生母子，徐家与他有杀父之仇。大哥。别过来，大哥！我做的坏事太多了，怨气太重。你先把刀放下。你们就算不揭发出来，被我害死的人也会来找我的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每天是怎么过的？我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，我每晚都会梦到那些被我害死的人来找我。好了，好了，现在没事了，这件事被揭发出来，我就不用顾虑那么多了。我的心舒服多了。大哥，有事慢慢说。季祖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亲手杀了你爹，但我与你共同生活了20年。季祖，你现在高中了，以后要做个好官好人，你要对得起你爹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二弟，大哥，
起，二弟，对不起，二弟。大伯，大伯，爹，大伯，爹，大哥，大伯，爹，大哥，大伯，大哥，照顾，大哥，祭祖，大哥，你，大哥，大哥，大伯，爹，大哥。爹，爹，大哥，是啊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手势？是啊，回来了。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呀。吉祖啊，现在应该管你叫苏泰，此为否极泰来之意。苏大人，你这次查案有功，朝廷调你回京必有重用啊。我只求上不愧对朝廷，下不愧对百姓。这次查案都是李捕头这些人贪赃枉法，本大人一定奏请朝廷查办。苏大人此次进京一定是前程无量，后生可畏，以后还望多多周全啊。高大人好自为之。好，祭祖，千莲就交给你了，要好好照顾她。叔叔，好好保重，等我回来接你们。好的。爹娘，你们保重。多保重。去吧。好，慢走啊，祭祖。你们慢走啊，路上小心，多多保重啊。你们请回去。再见了，再见。各位保重，请回。